来，我心若尘埃，不忍染裙摆，爱别出心裁，烟火被星辰青睐。转身才明白，心空了愉快，思念已星河翻涌成海，烟花也想要给星辰未来，只要你在。烟花也怕盛开，看着你眼里光暗了下来，才笑自己活该，心动了却怕配不上你想要的未来。乔晶晶同学都这么帅，他们高中颜值是不是要逆天啊？小哥哥来娱乐圈啊，这颜值完全不带怕的，智商这么高，游戏又棒，粉丝说不定比乔晶晶还多。我不服，我不信。晶晶啊，你同学不错啊，智商颜值都有保证，对后代好啊，快谈恋爱吧，一起打打游戏，别做单身狗了。你吐槽人家老了，可你也不想想你是他同学，年纪一样啊，人家没给你怼回去，脾气挺好的啊。诸葛亮简直太帅了，火焰拥抱好帅啊！我不是乔晶晶的粉丝，但是我宣布我被他同学圈粉了。航天设计师又在上海，那应该是宇航研究院的吧？我有个同学就在那，我去打听一下了。想办法把这个热搜撤下来，要快！各种营销号媒体都打招呼，不要提于老师，已经提到的都删掉。我们没刷呀，这是自然上的。我知道，总之不管什么办法，快点撤掉，我不想于途被过分关注。为什么？你都拉他上台了。我不知道他还要回去搞科研，娱乐圈这么嘈杂会干扰他，而且在研究所也不能这么高调。明白了，立刻去弄。哎，于老师要回研究所没跟你说呀？今天好欢怎么没来啊？他有时候口无遮拦，我考虑了下，还是不让他知道你是谁比较好。刚才你在台上说你的职业是航天设计师，你已经考虑好了打算回研究所了？是的。什么时候决定的？去西安的时候。好。那什么时候去上班呢？明天。这么快啊？晶晶，我可能不能送你生日礼物了，我以后没有时间再玩游戏了，所以
我大概永远不能送你五连绝食了。在甜妹地铁站下车吧，这里回去很方便。林姐说一起吃夜宵庆祝一下。我就不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再见。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你属于耀眼的世界，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。扶着天长地久。
花路口，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，爱过你，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，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。静静，你属耀眼的世界，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。会有人奔赴着天长地久，繁华路口，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，爱过你，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，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。时间不停留，记着遗憾珍藏的夜昼，风经过高楼，已无人等候。向星空尽头蓦然回首，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，遥望着那一颗星是你的眼眸，触不可及璀璨的自由。光阴不挽留，好像是过境迁的春秋，轻松自由，我倾听岁月温柔。在泉水挂什么鸡呀、啊？我去，不是我，我刚不是死了吗？然后我就切出去了，看了眼微信，于途背着咱们哥几个，悄悄干了件大事儿啊，整个大学群都炸了。哥，什么情况？他去打王者荣耀的比赛了。啊？还是跟乔晶晶在一块儿啊？哥几个在群里说话不方便啊，我建了个小群，你们听一听那个乔晶晶的声音，耳熟不耳熟？我给于途打电话了，他一直没接，要不一会儿再打吧。别打了，明天有情况。快点快点，点水晶点水晶。回来了。哎哎哎，你居然跟乔晶晶去打王者荣耀比赛去了，怎么回事？而且我听这声音越听越耳熟啊，这难道是大街上刚才多次支援你的同学？随处可见。嗯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对吧？应该的。
再讲到了。来办离职手续啊！回来上班。真假的？你不走啊？嗯。我得告诉小胡他们，我们这顶级劳动力又回来了。雨桐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哎呀，我怎么说你也不听啊！老胡一个电话，西安去了，也肯回来了。我是你的老师，还是他是你的老师啊？跟胡总没关系，在西安，我自己想清楚了。老胡说，你延长了假期，难道不是因为还有疑虑？不是。当时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。啊，坐坐坐。雨桐，上次我跟你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后来呢，我仔细想过，你们面对的环境和我们那会儿不一样。我们那会儿是难，是哪行哪业不难呀，大家都一样，反而心里没有落差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年轻人生活成本高了，行业之间的差距大了，这心里怎么能不变呢？我那天对你说的话有点脱离实际，在这点上呢，我今天要向你道歉。老师，但是啊，如果人回来了，这心里还有怀疑和犹豫，反而什么都做不好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我会全力以赴。好，那就好啊。我们航天队伍越来越年轻了。哦，前几年，北京那边还有一个35岁就当上了总师的。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哦，关在怎么突然病了？不要紧吧？他说没什么事儿，叮嘱我让同事们别去看他。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个脾气。不过他的工作，你们要多担着点儿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哦，对了，那天那个女孩子，我听我太太说是个明星。这姑娘不错呀。讲话呢，还有点道理。你的终身大事也该考虑一下了。我看他不错，你应该积极一点。老师，我凭什么呀？凭你的本事啊。哎，我真是看不懂了，你一个堂堂的未来总师，
名校毕业，怎么就配不上一个女明星啊？就是因为钱？这样说吧，就算你年薪百万千万，恐怕你也没有人家挣得多。我们航天是最浪漫的职业，这个你还不明白吗？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东西呀？去吧去吧，看见你我就来气。回来，我真给你气糊涂了。巡视器的改进工作已经完成，我正好有事儿要去总装，顺道呢，和你们一块儿过去看看。张医生，张医生，你走。出发吧。李涛，你真的不走吗？真的。张医生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有点别的事情。另外，这次巡视器的状态确认工作，他们总体的主任设计师在其他的型号上有任务，关在又忽然病了，我们安排由于途牵头来完成。陆工，有些日子没见了，于工，给他放了个假，现在得抓紧干活了啊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啊，好。之前你们测试的文件和数据都准备好了吧？都准备好了，我给大家发一下。你看，就是这个点。没有问题。来，先看两个巡视器。今天啊，咱们效率还挺高的，一天就确认完了。哎呀，辛苦你们了，陪我们加班到现在。嗨，这都是家常便饭。明天十点前可以送到新表模拟实验室吧？明天可以。来，麻烦你们了。哎，慢走，慢点。十一点了，明天又是一天体力活，全当减肥吧你。于途，你还不走啊？啊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收点东西。早点休息啊。
来，我们开个简短的班年会。今天的试验项目主要是做速度能力、转弯能力的试验，还有极限移动能力的试验。把这些事儿商量一下。模拟土壤状态正常，符合实验条件。开始做直线移动实验。平地运行工况仪第一次正常完成。平地运行工况仪第二次正常完成。说起来做实验也是枯燥啊。我宁可枯燥，可别给我什么刺激了，我可不想归零。平地运行工况三第五次正常完成，下面准备爬坡测试。爬坡实验条件已具备，实验开始。卡顿了，我这边遥测也显示异常。遥测数据怎么这么乱？我们复现一次，把上一个工况再做一遍。看了一下验收时爬坡的测试数据，当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每个人呢，对自己的单机状态进行确认。这个是通信系统确认没有问题。通过遥测发现上行指令接也收到，综合电子也确认没有问题，已经正确的把指令发送给了移动装置。移动这边也应该没有问题，平地支线和转弯的实验都做了一整天了，也没有出现卡顿的问题啊。把你们今天的测试结果报告和图纸拿来看看。大家再努力一下，仔细的核查一遍。大家今天先休息，明天清醒一点，我们再讨论。希望明天导弹机都找出来了，要不然我女朋友生日就好看了。哎，宇波，你不走啊？我叫李月进，晚点再走。行吧，注意身体。Yeah.
要见大家嘛，所以想打扮的甜一点，这样可以方便卖萌。你最萌了，最可爱了。今天啊，我们给晶晶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。可是我收礼物是有原则的呀。知道知道，我们晶晶是不希望大家花钱。那想先问一下晶晶啊，今天生日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吗？我还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，但是我相信大家送我的礼物一定都是很特别的。都要拿上来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很重，拿不动吧。月底生日，想什么礼物？那我不会客气哦。别客气。你送我一个五连爵士吧，打到现在我还没五连过，不过是要你送我的，不是他们送我的，所以你不用模仿他们的打法，因为我更喜欢和你打配合。轻轻岁月。